我高群啦，今年65啊啦，行这个山路吼，搁较惊吼，搁较大步，我站嘛拢未喘咧，你看，嘿，我浑身连穿过衣襟。这 PP 石墨烯鞋垫吼，有150粒的独立筒，啊，咱人的脚的穴道呢，有66个穴道。而且独立筒的设计呢，就是要按摩你每一个穴道，让你用拉照，敢若袂准拉按摩呢。有这个 PP 石墨烯鞋垫了吼。我每天都期待可以出去外面追赶跑跳碰，啊，如果有事情就走第一，啊，如果没事情哪走哪按摩，这个 PP 石墨烯鞋垫确实很赞，我很满意，啊，如果我开箱一定开箱好的东西，就是这 PP 石墨烯鞋垫，这是独立筒跟石墨烯结合的鞋垫，而且它是荣获卫福部第一等级医疗器材许可证的鞋垫哦。那这石墨烯呢，可以散发远红外线，穿透皮下组织7公分，可以促进循环代谢、乳酸跟疲劳哦。那别人是去爬山看云海，啊，那我呢是漫步在云端呐，快乐是神仙。我今年65岁了，你看，云路呢这里啊软 Q， 你看无？啊，那咧爬山吼是敢那用走的。落山呢是真轻松啦，迄行路脚步是偌轻呢，看是要拍篮球，迄拢总唔是问题啦。迄唔是安尼鸟，迄石墨烯纤维吼，伊很透气，佮防臭，迄脚穿规工包规工拢袂臭哦。足香诶！摄影师，唔相信你皮看卖，这是咱台湾第一支独立筒加入石墨烯的鞋垫。会当互你拉行拉俩零，黑科技的鞋垫哦。咱若行路一点钟，就甲你俩零一点钟。咱这 PP 石墨烯鞋垫呢，互你脚踏红火轮，愈来愈青春。呀吼呀吼！石墨烯的领航者 ，PP 石墨烯。